即系呢七日里面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突然间去意识到，其实我无时无刻都会想着我男朋友，我会想同他一起，我会想我见到的嘢，我食过的嘢，我睇过的嘢，我谂过的点点点，我都好想同佢分享。冇得输，爸妈到嫁啫，你冇责任啊！话俾佢知啊，究竟我呢七日经历过啲咩？然之后我好想话俾佢知，如果你喺我身边呢七日，我就会更开心。原来我系需要佢，我想要佢喺度。佢画咗幅画俾我啦，咁就拣咗一份小礼物俾我啦，会令到我觉得其实佢系好了解我咯，好清楚我中意做啲咩。耐咗我哋一齐住咧，系忘记咗呢一样嘢，忘记咗佢就系几乎系呢个世界上最了解我嘅人咁样。即系呢几日冇见佢，依家开始就系好挂住佢咯。我应该是第一次接他放工很正式的时候送过一扎花，总告诉他知道我这几天经历了什么，跟着再去个沙滩坐低，可能去野餐，跟着喝下嘢倾下偈，即是有回那种好像以前拍拖的时候那种感觉。佢视力 2.0 噶嘛，我成日都惊佢嗰啲咧喺个船度望到我。望到你啦！佢好利嘅只眼。你系跟住我呢度出去啊？唔系啊，我哋嚟帮你打下气啊！紧唔紧张啊？开始？唔紧张。你睇你个死人样，你唔紧张。落嚟啦，我俾啦，我系要走。系啊，你过翻我。我哋自己上台表演都冇咁緊張。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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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見到啦。你今日都係全黑嘅咁樣，肥啊嘛。LG 星 Q 智能家电呈牵调教你男友，星期一至五晚10:30。